这个不仅有高血压的，不能吃啊，自己看一下。高血压不能吃吗？那还有别的？有没有？我看还有别的能试个高血压吃有能吗？就对一些你们现在没火。这两家确定都是阳过了，就是阳性，因为前两天给他干活了，是我之前在那边拍短视频时候，那边店主跟我说的，就那天晚上还在开门的，然后突然第二天就。 不干了，一问就回家歇着。缺粮，就是没有几个开门的。啊，这个市场以前多热闹，现在都没啥人了。我还想吃这家包，哎，是对，就这家包应该是，非常好。那这边没开门吗？豆浆，对，不想吃。 有没有几家开门的热干面？嗯，拿个热干面有吗？啊，有。热干面带走吧，8.50块是吧？暂时也没啥。哎呦，我这儿。 我本来想吃那家的包子，那包子一看没开门，啊，就是不要芝麻酱吧，因为我没芝麻酱，其实芝麻酱也好吃，但主要我怕胖，我就不能吃芝麻酱。这两样热量太高了，也。什么瘦的？有人也不会嫌瘦呢。有时候人大的永远不会嫌自己这个不够瘦的，还应该需要变了更瘦是吧？你吃大了点吗？油条片儿。凉皮儿又炒的，没炒的。还冷了，凉皮儿炒的少。哦，还能炒凉皮儿，现在可以炒。 这谁呀？谁某到此一游？你看这，还给树上刻这东西，嗯，素质堪忧。拿点东西吧。好，要哪个看看？这个三明治拿一个吧。要一个。对，一个这个三明治。然后我看看。 那个这个里头那个是豆沙的吗？那个圆的。对，豆沙馅的老汤饼。那拿两个吧。然后。里头有红豆的面，红豆馅的面包。红豆餐包。嗯，别的。 嗯，谷物的也好吃。这能放吗？这个谷物的。就它最能放。那我就拿这个半个，这半个。行，一共多少钱？看一下。买了点，一共24。买一下，摸一下。你看，不让摸。摸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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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不让摸。 曼哈顿还是要更加热闹一些啊！燕庄确实更加热闹一些，店儿都开着，西边不是东边还是比西边要热闹，这边还是热闹啊。